好好好，正是他！这般妖物，鬼状异形，我得带回馆内好生琢磨一番。 小居士，你我相识一场也是难得，不如再帮我一回，将猴头留下，我好与师父交差。
真好，真好。由你来做我蜕变飞升的头份血石，再好不过。这些凡夫俗子不自量力，此番下场都是咎由自取。你不一样，这天地间的毒物轻易要不了你的性命，这东西好生收着，善加运用，妙处无穷。快去救他吧，困在那里想必生不如死。从小看他长大，我下不去手。
喂，